是，主啊，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被构成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你主要的。主啊，耶稣，当我们读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们，在这读的时候，不是外面，而是在我们里面，带领我们活在这样的实际的里面，保守你的儿女。谢谢你，你今天是活的人位，主啊，就要带领我们走这实际的道路，因为你自己说的，你是基督灵，主啊，来，然后带我们走实际的路，啊，我们赞，是，啊，是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都勇敢，主啊，就是辛勤的，主啊，哦，来跟从你。Amen. 哦，主啊，来得着这美地，你们经营这美地，你们变成你的话，你们哦，天天来享受你，你们时时刻来接触你的话，你们哦，让你的生命和让你的一切做到我们的里面，你们哇，去除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，你们让你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，你们得着完全的地位，你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你，你们。是的，主啊，您的是的，主啊，借着弟兄的信息，主啊，真是来转我们的心眼，主啊，叫我们看见，真是有这样的急切的需要，哇，这是你心头的愿望，主啊，你把它布置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不叫我们读过却是不当一回事，主啊，就是开我们，给我们启示，嗯，在这样的实际里面，今天你已经把我们牵入爱子的国里。Amen. 啊，这黑暗的权势，主啊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，在光中而行，主啊，所以实在我们天天需要来宣告，主啊，我们是活在这新人的实际里面， Amen. 主啊，在于这黑暗的权势，主啊，保守我们的生活，主啊，天天向基督敞开，主啊，让他更多的在我们里面得着地位，成为我们的领导，对，叫我们受他的管制，主啊。Amen. 我们的魂生命，活在新人的实际里面。Amen. 哦，保守我们的生活，我们都愿意让基督的丰富再来吸引我们。Amen. 我们都愿意花时间进入哥罗西书，让基督再来调整我们。Amen. 哇，我们感谢你 ，Amen. 哇，这样的信息哦，真的是在这里揭穿撒旦的诡计。主啊，实在是指导撒旦的哦，他的音符 ，Amen。主啊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求你保守你的召会 ，Amen。给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 ，Amen。主啊，叫我们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在年日里有多久，或者是才哦，主啊，但是我们都能接受这样的真理 ，Amen。哦。主啊，不叫有任何弟兄姊妹被这样的真理绊倒 ，Amen。哦，主啊，叫我们都起来，这是愿意向你敞开 ，Amen。主啊，让你来哦，来构成我们 ，Amen。对 ，Amen。是主啊，叫我们真是被你构成，被你的话构成。是主啊，渐渐的达到新人的实际。Amen。主啊，是的，主耶稣不叫这些话成为知识和道理。主啊，愿你一直纪念你的儿女们。主啊，智慧和启示的灵真是赐给我们。使我们真是能够在灵中摸着你实际的话。在生活中真是能够有这样实际的生活。主啊，是有主啊，你保守你的召会。主啊，保守爱你的儿女们。阿门。主啊，谢谢你。阿门。